미안, 지금아. 나 지갑 빈지 인조 분들 지금 내가 빠져 봐라. 하원이다. 기억나지 않냐? 谢谢啊. 谢谢. 도산. 야, 久しぶり, 元気? 子供はこんなに大きくなったね。 こんな大きくなった。 おばあちゃん会いに来たからさ。 じゃあ映画見てくるからね。 電話して。 就说三个项目是可以一起做，你哪个行？你说你三个项目现在做得过来吗？你这么多大学的所有的案子，如果说每样都拿出来的话，咱怎么做？你再看你的案子，我觉得根本不行。你别吵了，吵也没有用，一件一件捋顺再说。啊？什么？马上过去。 哎，冯总，唐总，没事吧？没事没事。哎，最近你也怪累的，等会儿我接你下班，你要不要做一套 SPA 再走？ 你为什么不跟他介绍我？他从头至尾都没有看过我一眼，他以为他是谁啊？挑衅我还是不把我放在眼里？感觉你就像他挑剩的。可遗憾，你现在是我的男朋友。怎么？你们曾经爱得很深啊？他以为你们相爱过，你就是他的所有物吗？你从头到尾就是我一个人的。好了好了，别气了别气了，我爱谁都没有爱你这么深。我们在一起多久，没你想的那么严重。他都是孩子的妈了，还在我面前耀武扬威呢。 你们刚才说什么呢？为什么说日语？明明知道我听不懂。没说什么，就是寒暄嘛。谁知道？我看你看他的眼神，拽都拽不回来，真是狗干的吃屎。绚丽，你要是有什么不痛快，你就直接说。我以为你这两天不开心是因为工作压力大，如果是我的错，你直说，我可以道歉。 我们之前不是都挺好的吗？我想说什么你心里清楚。说，他是你在日本的第几个女朋友？绚丽，你不要无理取闹好吗？我就是无理取闹，怎么了？你不想哄就不要哄，我不稀罕。你去找他，反正他不是回国了吗？你会说中文还非要说日文，你们刚才不会是当着我的面在互诉衷肠吧？ 季绚丽，你太过分了吧！我上班不累吗？我每天由着你任性，尽力哄你。你要知道，我不欠你的，我是爱你才会这么做。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我的爱是建立在尊重之上。你别把我对你的爱都给耗尽了。我不稀罕，门在哪？慢走，不送。 小史啊，你这手机没电了，哦，把零就搁那儿吧，我待会儿再充。好吧。你这车的配置啊，还是稍微低一点的，等将来有机会的话，我给你换一高配的。啊？我呀，先闭会眼睛啊，到了地儿你叫我。哎，好嘞。 樊总，
今天谢谢你啊，要不是你来救我，今天这个活动我肯定搞不定。跟你又没关系，是许维峰扯的祸。好像我每次遇到麻烦都是你帮我摆平的哈。别说这些了，从今以后呢，你就是我的人了，我罩着你。况且啊，今天还没结束，还有一件事情等着你。这个是我们组的传统，有新人来就开迎新会。虽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你并不算是新人，但是他们呀，这次敲我一个，来首先他们吧。这个场面是有点隆重，但你别见怪啊。这知道的人是以为我们是在开迎新会，不知道的还以为新郎新娘来了呢。不说话好吗？子瑜欢迎你，以后就是战友了。早就听说你绘画跟策划都特别厉害，一直想让你来着。以后一起加油，一起努力。我会加油的。哎，别跟这儿站着了，赶紧，子瑜，今天你是主宾，你上座。没有，我坐边上就行，我就坐这儿就行。菜都已经给你点好了啊，千万也别给我们传宗省钱，咱们就直接赶紧开始吧。子瑜，今天我也是跟着你沾光，他们说你们组女生少，硬是把我给叫来了，怕你不自在。我虽然是公司前台，不过呢，以后有任何的问题随时来找我，我可是我们公司的包打听，没有我不知道的八卦。没有没有，我以后还得请你多指点多关照我呢。你看啊，这就是我们组的文化，善解人意。当然了，这多亏了樊总对我们教导有方，也就是说以后呢，咱俩也是一家人了。We are family。 哎，何威，你这是要占美女便宜啊？哎呀，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嘛。来来来，大伙儿，咱们共同举杯，一起欢迎子瑜的加入。来，欢迎欢迎。都在，咱们今天高兴，快赶紧照张相。哎，快快快快，这有高美念，这有高美颜控的吗？哎，我这儿没带自拍杆啊，大家都那个挤一挤，进来进来，脸来照了啊，三二一，走你！这什么情况？有什么情况啊，何威？不是我这刚买的，怎么坏了？你拿我手机，这边这边啊，对，回头修一下。是，我过两天我去修一下，去店里看看。1 2 3。子瑜啊，本来我是应该跟你表现一下我的诚意的，送你回家的，但是寸呢，今儿限行。哎，不用不用，我自己坐地铁回去就行。别呀，我都已经叫好车了，应该马上就到了。再一个，我们樊总今天有点不舒服，你把他送回去，然后呢，再让樊总叫一个车，把钱付了给你送回来啊。我觉得对对对对对，你们在这儿啊琢磨琢磨谁先送谁，我们先走了。对对对，我们先走了啊。拜拜。走了走了走了，拜拜。你们别走啊。拜拜。哎，你们就这么走了？我有点喝多了，陪我去那坐一会儿吧。怎么了？是喝多了很不舒服吗？啊，有一点。坐吧。嗯。谢谢。
我们好像已经认识很久了吧？其实才2个月零4天。记得这么清楚？我来菲林的每一天我都记得特别清楚。我哥走以后，我基本上是掰着手指头数日子，记得特别清楚。哎，怎么了？咱们俩聊天就绕不过你哥了哈。那怎么办呀？我能保证在你面前不提起骆驼，不提起你哥哥。那你能保证在他面前不提起我，不提起菲林吗？他一定说了我不少坏话吧。其实我哥还真的没有怎么提起过你和菲林，所以我这才摸索着找过来了嘛。怎么可能啊，你那么讨厌我。人人都说你出卖我哥，我怎么可能对你有好印象？谁是人人呢？哪来的人人呢？比如说像什么论坛呀、网上呀，还有很多什么公关界的八卦爆料。倪子瑜，你现在也是公关了，那你对这些八卦怎么看呢？我又没有接过这种舆论的案子。那照你那么说，你得把所有案例都经历过一遍，然后融会贯通出自己真实的想法，咱们俩才能在。至少你哥在这件事情上还保留了他曾经的风格。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呀？怎么谁都不说呀？这个事儿还是等你哥想告诉你的时候由他告诉你吧。其他人说的对他不公平，对你一样不公平。是你们都觉得这是在保护我吗？觉得什么都不说这样就是在保护我？可我现在已经长大了，我有明辨是非的能力啊，我又不是小孩，我现在不需要别人保护我。没人说你是小孩，这事儿它有点复杂。反正我是做不出背后说人坏话这种事情。你怎么很有原则，对不对？跟我哥特别像。啊，这车怎么还不来啊？给你气死。唉，其实我原来的工作真的挺没意义的，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想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但来到菲林就完全不一样了，我知道我自己想做什么了，我还得到了认可，我还觉得我自己能在菲林成就一番自己的事业，所以我把菲林当成我新的起点，我把这儿当成是我的家，把你们当成了我的家人。其实才2个月零4天，可是感觉一起经历了好多呀。一开始我还误会你了，我觉得你是故意害我的，想从石总那把案子抢过来，我觉得你这个人居心叵测。不过后来呢，跟你一起做纯秀，一起做大学生电影节，你还帮我摆平了楼盘开盘的事情，还带我去游园会，还总送我回家。你帮过我的真的很多。其实我今天我特别特别的不开心，不过幸好遇到你们了。你可能不知道那句 We are family 对我来说有多么重要。你之前跟我说石总啊、泱泱啊还有绚丽，你们一起经历了很多事情，你们一起闯了很多祸，所以他们给了你很多第一次。我真的好羡慕你们呀。可是我今天才发现，你也给了我好多第一次。樊总，谢谢你啊。遇到你我好幸运。其实你也帮了我不少，那一次
我心情郁闷去天台吹风，你陪我聊天啊。嗯，大学生微电影节舞台也是你帮我设计的，最后电视台也是你帮我联系的，还有那次帮我换血。那嫣然宝宝生病了，你二话没说就带我们俩去医院了。那我们四个人的例行 brunch 你也去光临指导了呀，这也算帮你了。当然，我倍儿有面子。不能这么聊了，我觉得就好像要离别一样。怎么可能？我才不会走呢，我是不会离开菲林的，至少我现在肯定不会。我想要当那种可以独挡一面的女强人，就像月英姐，像姚总那样。在那之前我肯定不会离开，我好不容易才找到自己能做的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好啊，对，车来了。是吧？哎，师傅，不好意思啊，我刚才去买盒饭，路上又堵车了，给耽误了，对不起，对不起。要不我少收你们5块钱，你们别投诉我行吗？没事，师傅。这样，您先把饭吃了，我呢正好喝多，头有点晕，再缓一会儿。好，谢谢谢谢。好，好，好。你等会儿要走的时候，你就跟我说一声啊。哎，好好。嗯。这样。你去买3瓶矿泉水去。我这有钱。嗯。师傅，喝瓶水吧。啊，不用不用不用，我不渴不渴不渴。没事，师傅您拿着吧，这水是我们开会剩的，也不是特意买的。哎，谢谢谢谢啊。没想到我们樊总喜欢的人居然是林子瑜，怪不得把他调到我们组呢，就近保护我。今天真的是让我大跌眼镜，我太不像樊总会干的事儿了，我算是对樊总彻底死心了。原来天下第一的樊树臣也是个凡人，像樊总这么骄傲矜持的人也会有这一天。雪莉，你在哪儿呢？我来啦。完了，哎，来啦，正好我让你试试我新买的这款面膜啊。哦，可以，但是我去厨房洗脸好不好？走。天呀，你知道我花了多少钱吗？能别告诉我吗？我怕我承受不住。花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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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钱，但却没有一点点的开心。我现在满脑子都是那个女人，那个给我下马威的女人。她是葛一涵当时去日本追的那个留学生吗？就为了他抛弃你那个？你还帮我上过上撒盐？哎呀，冤枉啊！我就是想了解一下情况，好对症下药。那可不是。嗯，怎么感觉不太像啊？嗯，完了完了，我好像不记得那个狐狸精长什么样子了。这就对了。这都过去多少年了，你的身体都已经不记得这回事了，早就该翻篇了。
那个时候啊，我们还小，什么都不懂，就觉得一个承诺就能天长地久。那现在不一样啦，现在要是真有人来抢，你还会坐以待毙，捧着承诺什么都不做？那当然不会，这不就行了？你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绚丽了，而他也不是以前的葛一涵了，他肯定清清楚楚的能看到你除了貌美如花之外的珍贵，独一无二的那份珍贵，他肯定会珍惜你的。要是经历了这么多他还拎不清，那他真是白活了。杨洋，所以呀，你要好好珍惜他。你看，今天你伤了他的心，要是万一有人眼巴巴的等着安慰他呢，那你不是活活把他推给别人了吗？他敢。所以呀，你呀就别嘴硬了，赶紧去跟他和好。杨洋，你真是个好人。你先去洗了，然后我也有重新给你涂一遍。我去洗我的发膜了啊，乖。哎，为什么还要重新再涂一遍啊？待会儿我还要去给淑春还车，我把你放在小区门口好不好？你今天挺累的吗？服务旷工一整天，这还是我第一次。那要不要让我安慰你一下？怎么安慰啊？跟我回家你就知道了。跟你回家？这不太好吧？你妈不是还在家呢吗？这房子怎么比你们家这三室两厅还大呀？都没带你来看过，喜欢吗？喜欢，真大。哎呦，这边还有房间，我带你过去看看。还有，这是我们的卧室。哇，这边还有，这个呢是我们的书房，这个就是我们的婴儿房。将来咱们这个屋住的人多呀，肯定得要大一些。就算你爸爸妈妈过来看孙子，可以过来小住一阵。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凡凡你真好，你连我爸妈的房间都留出来了。肯定啊，带孩子很辛苦的，让你妈妈过来帮忙小住一阵，你也会舒服一些。今天呢，我就把这个家交给你了。其实我之前还在想，你会不会对我好，会不会对我的爸妈好。通过今天一天的考验，你完全合格，你将来一定是一个好丈夫、好爸爸、好女婿。所以我今天正式的把我们家交给你了。原来今天是考验我呀，还好我这真金不怕火炼。不过这么大的房子就这样交给我好吗？有什么不好的，你也是这个家的半个主人呀，你负责装修好吧？我来装修？不愿意哦？我愿意愿意。我们家的预算呢是150万，你自己看着办就行。你想把它装成什么样，就把它装成什么样。我，你喜欢什么样啊？你喜欢什么样，我就喜欢什么。工作没见那么认真。哎呀，我现在压力山大呀，你说这么大一房子交给我，我都不知道该从哪儿入手。哎呀，你说哥们这算吃软饭吗？别得了便宜卖乖了。你说我这命哈，绝对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咱们四个最想不劳而获的是绚丽，结果不好意思，哥们先富起来了。你真打算跟他结婚啊？人家把房子都交给我了，我得对得起这份信任。再说了，我身边也没有别的人选，不跟他还能跟谁呢？你可别说，你到现在才发现你爱的是我啊！你别去，我就是觉得吧，
觉得什么呀？难道真有谁暗恋我是我不知道的？是莉莉还是若琳啊？哎，我这要是结婚了，咱们公司的姑娘是不是都得心碎啊？能不能要点脸呀？哎，你是不是嫉妒我一夜有房啊？啊，别沮丧啊，把你嫉妒的心大胆的说出来，让我高兴高兴。我是觉得我说的话不中听，你听不进去。咱俩谁跟谁啊？大胆的说。雪松，这是你第一次无故旷工啊！就凭这一点，我对邓卓凡就有意见。你说别的事儿就算了，给他们家当司机，花钱雇一个呀，不是挺有钱的吗？大概也就这一次了吧。他说他是为了考验我，应该没有下一次了。你呀，永远拎不清，活该嫁到潘思东。哪有？哎，我是娶，你说什么呢？哎呀，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想问你。你还记得当年我跟你说，要是到了40岁还没人娶你，我就娶吗？我记得。太好了，那天晚上我让你帮我记着我的所有财产，里面还有几个邮箱密码，你没忘吧？你来我这儿找我，就是为了问邮箱密码？对啊。凡凡让我负责装修我们俩的婚房，结果设计师把设计图发到我旧邮箱了。哎，对了，昨儿我们做活动剩了好多花，我就拿了一把给你，够意思吧？燕子姐，要你签字。哟，有追求者，这么大说话。哦，哎，他就是你说的那个跳脱的九五后吧？害你被体育馆赶出去那个。我没有害杨洋姐，这是我助理，有事儿求我就是亲姐姐，没事儿求我就小气主编。我哪有？这是我发小，这是别人不要的花，拿走。嗯，这花怎么了？还挺好看的，继续插个三五天也不成问题啊。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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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我明天可就回澳大利亚了，你就没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保重身体，一路平安。不是，你为什么就不能答应我，别再跟那个林子瑜来往了？妈妈不会害你的，她就是个脚架精，谁爱上她谁倒霉。你难道想被她害死吗？妈，子瑜她是我妹妹。她不是你妹妹。他已经害死我丈夫了，害得我们家破人亡。蓝总早。早。蓝总，有你的快递，好像是话剧票。啊，这是我朋友新排的话剧。啊，樊总。嗯。我在网上看过这个话剧的宣传，全明星阵容哎。我在想，你要是太忙的话，你想看啊？我考虑考虑。
耿总。你找我有事儿啊？没，我来早了。锻炼一下。绚丽呢？绚丽姐说今天中午她不吃午饭了。你们俩是不是吵架了？谢谢，好漂亮啊！我拍张照发朋友圈啊，我尝一下。是了，旭丽姐真的太幸福了，你真的太厉害了。哎，怎么又来了？小杨。炫灵跟淑晨把我骂了一顿，说我太过分了，竟然捡别人不要的东西给你。我错了，你让我请你吃饭，弥补我们的友情，好不好？受不了你们，真是。算了，多大点事儿啊？走吧。不去，我难得早点回家，我要回去补觉呢。你不去就是不原谅我，你不原谅我就是不想见我，不想见我就说明你恨我。你别生气了，别恨我呀。好好好好好。啊，两个人点这么多干嘛？随便点个麻辣香锅不就行了？哎呦，我天天吃家里的饭，你就当可怜可怜我，然后把我想吃的一次吃个够行吗？真奢侈，家里有人做饭还不好？那你过来吃啊，我妈也想当你是亲生的。我都多大了，怎么还能去你家蹭饭？你就是脸皮薄。换绚丽，他肯定天天来。这得亏他要减肥，也得亏葛一涵是个厨子。哎，你知道他跟葛一涵吵架的事儿吗？顾不上啊，我现在还满头包呢。怎么了？邓卓凡又考验你了？你又知道了？好事不出门。我跟你讲，这种事儿发生，你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让我开心开心。啊啊！哎呦，你吃慢点儿，胡吃海塞的对胃不好。你说，男人怎么那么难啊？别的我不知道，但是工作上的事儿，绝对不能跟生活牵扯在一起，这是肺腑之言。工作是一个人的立足之本，你要是连本都没了，怎么在他家立足啊？不知道不知道，烦死了！你吃好了？好了。这石榴牛肉和大虾都没动过，你拿回去吧。谁买谁的？我拿回去，我妈会杀了我的。现在想想啊，好险！幸亏我爸妈没再继续给我添乱，还算不错。师傅，我今天没叫车。自从拉了你一回，你的身影就种在我心里，我日思夜想，一定要再接你一次单。还生我气吗？嗯，看你表现了。那我们现在算是在一起吧？
算吧。徐丽，我这两天想了很多，我们已经浪费了很多时间了，我不想再和你错过，我们应该彼此都很珍惜，把我们浪费掉的时间追回来，而不是互相折磨。我说的对吗，我的女神？你说的太对了，我的车夫。行。车夫，请你吃饭。好啊。我听说这个话就是全明星阵容，一票难求。你是怎么抢到票的？那从樊总那儿敲来的。樊总。你找我有事儿啊？没，我来早了。锻炼一下。一开始啊，他还舍不得给我，后来到中午才被我要来的。我就想啊，这话剧这么好，我怎么也得带一个跟他关系深厚的人一起去看，才算对得起他呀。你胡说什么呢？你是他的下属，跟他关系深厚不是正常吗？哎，你想成什么了？别乱用形容词了，到时候让别人听见的多不好。丽丽，嗯，我平时喜欢收集票根，你要是方便的话，待会儿把信封一起给我，这样我放在里面比较好装，省得折了。你直接全装着得了，一会儿负责检票就行了。嗯，我觉得呀，这个话剧一定特别震撼。林志远，给你。好，我一定会到的。啊？这不是票吗？这是什么呀？游园会的照片。嗨，你这都洗出来了呀？我觉得照片只有洗出来看才更有意义，不然存电脑里的话，哪一天被格式化了都不知道。所以你把你父母在肯尼亚的照片都打印出来，挂在家里。嗯，每一年发生那么多事情，我们总会忘的嘛。不过照片会帮助我们想起来，每次一看到这个，所有情景都浮现在这儿。这里面的回忆，我永远都不会忘的。我也是。
随着315理念的深入人心，消费者越来越懂得保护自己的权益。最近一段时间，关于创天平板电脑 PLK109 系列有质量瑕疵的消费投诉集中爆发。创天是平板电脑的龙头品牌，发生这样的事情令人遗憾。下面请看记者的深入报道。会吧。一个人。我在等人。等谁 ？Grace Kelly。太可惜了。我是 Angelina Jolie。 美女，可以请你跳支舞吗？今天玩角色扮演啊！我还没遭遇危险，你干嘛英雄救美啊？你穿成这样，我怎么能忍受其他男人碰你？可是我们已经商量好退路了。薰丽，你怎么就不能安安静静做个正常女朋友？谁会在公开场合玩那么无聊的游戏？我这么做都是为了给我们的爱情保持新鲜感，这样我们的爱才会更坚定。你知道爱怎么才会更坚定吗？怎么样？感受到爱变得更坚定了吗？这大概就是爱情吧。对方的一个眼神就能让我翻天覆地，而我这样油盐不进的人又能因为对方一个温暖的怀抱而心如止水。再疯狂的购物，再美的包，都不能跟爱人的一句情话相比。我这样折腾也无非是想证明我心爱的男人心甘情愿、心无旁骛地永远在我身边。可以喊我们若是能时时刻刻心意相通，是不是我们的爱情路就会顺遂很多？小陈总，嗯，我算着路程给你点呢，现在不烫也不脱，正合适。我这个刚应酬完，肚子里特别不舒服。请。哎，你这么晚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儿，就是我快结婚了。真的假的？啊，你放心，到时候我一定给你包一个大红包。哎呦，不用，我呀。打算冲刺一下事业，男人得有立足之本。哎，我听说你们公司的老于要走了，你是不是也准备？
我已经公开表示一定会竞争于总的位置。有出息。哎呀，就是最近还没争取到呢，就已经累得不行了。你说你岁数比我还小呢，怎么能把公司经营得那么好呢？有没有什么秘诀教教我呀？哪有什么秘诀啊，只要赚钱就是对的。那怎么赚钱？就是要有项目。项目怎么来？就是靠你这样朋友遍天下找来的嘛。既然你金榜题名、洞房花烛这两件大事都撞在一起，那么这膀子力气我是要给你出的啊。你放心啊，最近只要我朋友需要宣传的话，我让他们第一时间打电话给你。小陈总，你这么帮我都不好意思了。嗨，咱们俩谁跟谁啊？来来，吃面吃面。哎，这面还真挺好吃的。嗯，我老来。哎，我刚从中关村回来，你们猜我修这店的花多少钱？200。800，再添点都换一新的了。这么缺德？是啊，认栽吧，再不买这牌子的了。创天的牌子不至于，他们的市场覆盖率在平板笔记本电脑里面应该是第一位的。说的也是啊，我也是冲这牌子才买的这东西，可是没想到啊。铺玫瑰都丢掉了，为什么？好端端动它干嘛？不是，你没事干嘛那么可怜？啊？现在连外卖 APP 都能随便买花，买的越多越便宜，什么品种都有，你干嘛那么可怜去捡别人不要的花？啊，那个啊，不过就是这些花，就当做是你知道我稿子改得很好的谢礼。你是环球体育的主编，你振作点了，丢人死了，你丢人会害得我们整所人都跟着你丢人的。知道吗？哎，这人有把我当主编吗？这是跟主编说话的态度吗？真的是。莎莎，你每天中午来捧场，我当然是很高兴。但是酒店给你的薪水，我怕你这么吃下去可要吃穷啊。有的女孩呢是宁可不吃饭也要买包包买衣服，而我这种女孩呢就是宁可不买包包不买衣服也不能不吃好的。美食才是人生最大的享受好吗？尤其还是遇到你这么好的厨师，我的嘴都已经被养刁了，只有在这里才能吃到人生最大的小确幸。谢谢你这样讲，我很感动，这是对厨师最大的认可。好，今天我请客。哦，我这么说不是为了让你请我。就这么定了，别跟我客气。作为厨师，有人能爱吃我做的饭是最值得高兴的事儿。请慢用。来，尝尝这个，我给你做的。过来。给，慢慢吃。范总，查到了，创天一直合作的公关公司是雷奥国际。
雷奥，那可是国际顶尖的公关公司，也只有创天这样大客户才用得起吧。创天出了这么大事儿，雷奥怎么一点动静没有？家大业大，顾不上。创天费用跟不上，就没有相应的作为。谁知道国际一流大公司什么个品性啊？还说不定觉得我们中国消费者小打小闹，投诉搞不成什么大动静。那就换我们来重视吧。你不会是想趁着这个机会从雷奥手上抢客户吧？创天现在需要一次成功的危机公关，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争取一下呢？搏一搏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嘛。樊总，我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啊，你呢是我老板，你比我强大很多，林子瑜呢是你的女朋友，我在明明知道是这样的情况下非要从你手上把林子瑜给抢过来，这是不是有点自己找死的意思啊？我想问个问题啊，从别人手上抢客户会不会不是很道义？首先我们这个行业呢最重要的就是服务意识，雷奥没能做到，尽管他是国际顶尖公司，那也是他的市值，既然他市值，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用更好的服务顶上去，让创天去选呢？其次啊，这跟博曼抢我们的客户不同，我们是凭着自己真正的能力去公平竞争，如果雷奥能让创天满意，自然没我们的机会，但如果他不能，那对不起了，能者居上，这个选择权在客户。你们平时不是总抱怨说客户难找，市场已经被大额瓜分了吗？客户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尤其是大客户，如果不是雷奥自己的市值，我们恐怕连争取的机会都没有，所以我觉得这是老天给我们的机会，我们应该争取一下。从今天起手上没活了，都跟我跑这个案子。老大，我可能是不行了，我这手头上有一个名表新店开张的活动，合同已经签了，我这半个月估计得跟这事儿死磕了。我也不行，纯秀跟惠达鞋业那都是月英姐的关系维系的，现在刚交到我手上，我还没整理清楚。我知道，那还有谁闲着呀？三杯拿铁。还是老规矩，留一杯待用。你好，没水了。这么大公司一点不热情。我觉得咱们两个特别像推销的，我从来没想到自己做公关能做到这份儿啊。干咱们这行脸皮不能薄，这一点应该跟你们石总学。嗯，如果他在的话，前台小姐她奶奶的生日都问出来了。郭总，郭总您好，我是飞林公关的项目总监樊书晨。
如果您错过我，将会错过您公司最好的一次机会。郭总，他们没有预约，我已经跟他们讲过了，您这几天不见客，可是他们还是不肯走。抱歉。郭总，您应该听说过地震72小时的黄金救援时间吧？危机公关也是一样，所以您现在还剩下不到24个小时。坐，一会儿我还有个会，只给你们5分钟时间，足够了。我们此行的目的就是想为您公司正在经历的公关危机做些什么。我们的建议如下：一，立即正面承认产品瑕疵；二，承诺无条件召回产品；三，立即召开大型媒体发布会，扭转负面形象，彰显品牌大气诚恳的风范。我们有自己的公关公司，我凭什么放了长期合作的公司不用，转而信任你们？雷奥国际业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哦，对了，郭总，刚才我忘记补充了一条，以上的所有建议都是我们飞林公关无偿提供的。我们这么做只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民族品牌，出自己的一份力。不到5分钟，我们告辞了，顾总。今天记了一共。可是我一句话都没说。如果不是你把资料收集那么详细，不然我怎么知道哪个是郭总啊？你觉得咱们升科能行吗？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个行业不是没有比我更好的，但比我更好的不会主动来找他们。我已经拿出我最好的方案了，所以用实力说话吧。喂，你好。好吧。樊总留步。郭总，请两位给他做一番详细的解说。那就不离时了，好好准备，只差这一天了。你等一下，我问一下啊。樊总，那个会场布置，你看还有什么要求吗？哎，注意背板颜色，饱和度不能太高。咱们这个是道歉会，不是庆功宴，颜色太浓烈的话，会惹人反感。好，就这些，2个小时以后我们过去验收。樊总，你这也太狠了吧！我那活动都箭在弦上了，也得给你让路。这个时候你还跟我计较这个呀？最急的就是最大了。林子怡，把确定出席的媒体名单给我看一眼。哎，都在这儿了。行，两个女生回去休息吧。没事，我在公司随便找个沙发对付一会儿就行。公关不是让您实战，而是持久战。再说了，现在都快2点了，你负责联络的媒体都睡了，你联系谁去？那我明天早点来。走吧。主持人的开场白会非常的简短，这样体现咱们务实的态度。好，那我们准备开始吧。好。范总，出事了，出事了。怎么了？咱们发布会的最后一项不是要向山区小学捐赠1000万的教学用电脑吗？洪州电脑刚刚发布消息，他们要向山区小学捐赠2000万的电脑。什么？洪州可是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你们怎么搞的？就连这都能让他抢了先？这个新闻已经上了各大社交媒体的头条，点击量已经过亿了。各位，
选举朋友，欢迎大家的到来，感谢大家关注我们创天集团。今天我们集团总裁郭奇先生也亲自到了我们的现场，就最近 PLK-109 系列平板电脑产生的问题与大家做一个最真诚的交流与沟通。下面有请郭总。我代表我们创天集团向广大的消费者表示诚挚的道歉，并在这里庄严的承诺全球召回 PLK-109 系列平板电脑，一切费用由我们承担，所有召回的电脑免费延保3年。还不行？没问题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媒体提问时间。请问郭总，我听说原来你们的新闻发布会本来要宣布向山区小学捐赠1000万元电脑设备的消息，怎么现在就突然取消了？原来啊，我们确实有这个打算，但是后来我们经过再三的研究，决定取消这个环节。我们不想模糊焦点，今天的主题就是道歉，诚挚的道歉。郭总你好，今天早上你们的竞争对手洪州宣布向山区小学捐赠2000万元的电脑，请问流程取消跟这事有关吗？我们创天集团一直都在致力于对贫困山区教育的资助，这是我们集团的社会责任。目前有12所创天小学分布在全国的各地，我们大家一起看一看大屏幕，看看我们这些可爱的孩子们都在做些什么。创天人比谁都更加明白自己的任重道远，我们有责任捍卫品牌，传递精神，同时担负起我们应当担负的社会责任，把消费者给我们的信任和爱加倍的传递出去。再好好的谢谢你啊，效果很好，很成功。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洪州这个时候这么做，他们应该是得到什么消息了。不过你们的应对非常成功，超乎我的想象。我也只是想到这个形势而已，但如果没有创天曾经的付出，我这个形势也是空谈。郭总，通过这次事件，我更加的尊重创天。你们为社会默默做出这么多贡献，已经为自己树立起最好的品牌形象，所以一定不能因为一点点瑕疵而毁掉。我相信这只是创天在前进的道路中一个考验，而我们飞凌愿意陪伴创天共同前进，共同成长。好啊，欢迎你们的团队啊。太刺激了，这哪是公关啊，这简直就是蹦极。今天啊，多亏了樊总想出这么个应对，要不然风头全都被那个洪州给抢尽了，这不明摆着给创天好看的吗？哎呀，真是太紧张了，我真的好开心啊，发布会这么成功真是太好了。哎，那我们进点进点十分钟的吧。好啊。你们以为现在结束了是吧？每个人利用自己身边一切的资源给我查出来洪州的公关到底谁做的。我听说你泡的一手好茶呀，怎么这么吝啬啊，都不给我露一手。
这个女人她以前就干过一些见不得人的事儿。这，你应该知道什么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吧？啊，我母亲是怎么会知道子瑜来伯曼找过我的？不是啊，罗总，就。范总，你们相信吗？又是伯曼。不是他我才奇怪。我就纳闷了，他们怎么能处处堵截我们呢？这是鬼撞墙了吗？我们从前期准备到发布会开始到现在结束都不到24个小时。很显然伯曼知道我们要做什么，而且知道具体内容。他们这么做他有针对性。彭州他们也真的是太用心良苦了，连人家的道歉发布会他们都要抢风头。说白了，这就是要彻底趁这个机会把创天的牌子搞臭。这是骆宗良的一贯风格，落井下石，把人往死了打。问题是他们到底是怎么知道的呢？总觉得是哪里不对呀。其实我说句实话，这事范围挺大的，除了我们组的人，创天接下来少说有10几20几个全都知道。这洪州跟创天又是长期的死对头，这插个把人打听点事儿，我觉得这太容易了。就是没想到他们真的这么下三滥。哎，看来伯曼对我们是真爱呀，甩都甩不掉。走吧。你自己看看，你现在就这么干活的？小陈总跟咱们什么关系？他的案子是头等大事儿，3000字不到的软文错了10几处，正奇你第一天干公关啊，就这么维护客户的利益？小陈总又不傻，下回有项目还会给你做。陈总，不好意思，你那边负责文稿的人催得太紧了，我们都弄糊涂了。还找理由是吧？正奇，我不单说你这一次啊，你说说你最近的表现，怎么让手底下新人信服啊？行行行，这次没做好，下次做好就行了。要不是小陈总给你求情啊，我今天真的要开除你，还不谢谢人家？陈总，对不起，以后不会再犯了。出去吧。气死我了。不是说石总谈恋爱的时候心情都很好吗？怎么这会儿还发这么大脾气？真是一点面子不给郑七留。看，不愧是范总，走路都带风啊。这是我那朋友 SPA 会所的卡，里头有10000额度，放心吧，钱是我自己掏的，跟公司没关系，不是回扣，拿着，回头带你朋友去消费，就当是我个人替我手下做的补偿。就算要是给回扣的话，也应该是我给你吧。哎呀，我手底下人把你的事办成这样，我都快气死了，也就你理解我，不跟我计较。嗨，没事儿。看你这次的解决态度啊，就知道你是无心之失，只不过下不为例啊。没有啊，绝对没有下次了。行，看你这个办事态度我才放心，这次是小打小闹，但是以后让你的手下好好上上心就行了。我给你介绍的那个项目你可得自己主抓。小陈总放心吧。你说骆宗良怎么那么烦呀？天天紧咬着范总不放，又只会用一些下三滥的手段，混成这样，这样瞧不起。突然好心疼范总，
总是跟这些这么 low 的人在一起比较，啊，真是委屈死他了。哎，子瑜，过来聊天。来呀来。我还有事儿，我去赴宴。子瑜，看公司发到论坛了吗？我新发帖子，快去给我订帖啊！什么帖子啊？当然是痛骂陆总亮的帖子。快给我订帖啊！好的。No, I need something new. 巧克力点。怎么了？这么着急啊？哥，你老实跟我说。你之前到底是因为什么离开的菲林？你今天不要再想糊弄我了。为什么他们都说你干了很多坏事？为什么你现在一定要让我留在菲林？你为什么要让博曼抄袭我们？子越，来。樊书晨从雷奥手里抢走创天，你们都认为是情有可原是吧？所以他是情有可原，我就是坏事做尽吗？坐吧，这件事情说来话长。之前的事我愿赌服输，可我现在回来了，还在樊书晨之上，我跟他的这笔账也该好好算算了。又出事了？公关界没有秘密啊，坏事传得比什么都快。主要还是传你机智勇敢、专业稳妥。伯曼这次的打法简直了，不留一丝余地啊！骆宗良下手这么狠，被他盯上，滋味不好受吧？让我不好受的事儿，那这地球上还没出现吧？可以，本来还想安慰你两句，看来不需要了。这次跟咱们自己人有关吗？说实话，我都想不明白。每次我想要理清楚并找到伯曼的痛处之前，就又会有新的东西掺杂进来，而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最近压力很大吧？刚来菲林的时候，觉得菲林很像家，大家都其乐融融的。现在觉得我自己像个局外人。我不会安慰你的，这是你应该承受的压力。从你当初下决心留在菲林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了。所以去承受它，这是成年人的必修课。虽然我没有时间去安慰你，但是我百分之百的信任你。林子玉，我需要你，我需要你和我一起战斗。所以啊，你要赶紧适应这种程度的压力。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开导你，你必须快点成长起来，才不辜负我把你安排到菲林的一片苦心啊。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问题你需要去正视的，就是你哥哥和菲林早晚有一个会输，而这个结局对你来说是两难。所以我要求你，在所有有正面对峙的交叉项目时，你要么就回避，要么就公事公办。在项目期间，你不能和你哥哥还有伯曼有任何的交流和牵扯，你能做到吗？我一定会对项目百分百保密，这个我可以做到。最后能决定别人是否相信你的，只有你的能力，你明白吗？最后能决定别人是否相信你的，只有你的地位，明白吗？明白。那如果你跟不上我的队伍，我就一样开了你了。明白。郑琪啊，樊总，我等你好一会儿了。那怎么不去办公室找我？我想跟你聊聊。你最近很奇怪啊，你跟史维松合作无间，默契十足的，这发生什么了？像变了一个人。樊总，你们都知道史总要结婚了，可是我也要结婚了。他没事的时候就闹得翻天覆地，有事的时候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他运气好，有你这样的朋友，可是我没有啊。我也想干出一番事业。我媳妇儿你见到了，我想给她最好的。可是现在始终找的项目是最差的、最小的，我想调到你们组。郑琪，能让像思思这样炙手可热的国际超模甘愿在最好的年纪嫁给你，你应该对自己有点自信。况且你也知道，我和伯曼一团乱，恐怕还没有心力去和施总讨论你去留的问题。不如这段时间你多给史维松一点机会。樊总，我知道你跟史总的关系不可能因为我，是我没有自知之明了。那行，那我再给你指一条路，如果你对史维松找过来的项目不满意，你可以自己去找。自己找？对啊，自己找，自己掌控。史维松别的不说，这点心胸还是有的。樊总，我希望你能赢，赢过史总，赢过洛宗良，赢过伯曼，赢得菲林。香吗？淘气。走了，吃饭。啊。香死了。上次我们和伯曼交手，因为一些卑劣的原因，我们
们稍落下风。这一次，是时候扳回一城。鸿州电脑这次新品发布会的活动，对我们公司有多重要，这一点我不想再强调。越是大战，我越不会给你们压力，因为我相信我的团队。你们跟着我一路走来，我们是最棒的。我的要求是，全力以赴，不惜一切代价。鸿州的竞争对手一直就是创天，而我们的竞争对手一直就是飞凌，所以这次战斗具有双重意义。我们一起并肩战斗，守住飞凌的荣誉。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卑劣的手段夺取本该属于我们的胜利。必胜！鸿州必须战胜创天，博曼必须战胜飞凌，听明白了吗？明白。这次创天的新品N 系列笔记本电脑的最大特点是更加轻薄，更加时尚，待机时间更长，屏幕可旋转。但这些啊，是现在所有电脑的趋势，很多其他品牌也基本都具备这些特点。我们必须找到独树一帜的卖点加以渲染，这就是我们这次发布会的重中之重。那针对年轻人呢？你老爸用笔记本电脑吗？什么意思啊？笔记本电脑可不就是设计给年轻人用的吗？那要是主打女性牌呢？它更轻薄更美观，完全符合女性消费者的诉求。我们可不可以强调说，这个笔记本电脑就像一个饰品一样，装点着女性的外表？但是这个通常都只是概念上的，因为实际生活当中电脑很难起到这种作用。而且创天那边恐怕也不会答应，因为这样无异于把那些追求实用的消费者都划到外面。哎呀，这笔记本电脑做来做去无非就这么几个概念，还能想出什么来啊？喂，现在最火的明星里面有谁是专注慈善的？我现在就查。创天因为上次的慈善形象口碑成功的逆转，如果这次我们可以找到形象符合的明星作为品牌挚友出席这次发布会的话，那么口碑、热度还有话题就都有。最好找个能带货的销售冠军，这样之后的数据就更好看了。哎，品牌挚友可比代言人的性价比高太多了。再跟创天商量出几个典型的品牌故事让明星来演绎，那会不会就会有更多人愿意为这个品牌买单？你们绝对想不到鸿州干了一件什么事儿。他们把发布会和我们选在了同一天。啊，我早就料到了，这既是鸿州的风格，也是骆宗良的风格，难怪他们会一直合作啊。那我们改时间避开小人？当然不行，能办新品发布会的场地就那么几块，其次这些场地都需要预定，无论我们怎么改，国漫都有办法打听出我们的时间了。他们既然决定杠上了，就绝对不会轻易撒嘴的。那我们就跟他们硬拼。怎么怕了？倒不是害怕，主要是没有哪个品牌能这么强，这火药味太浓了。我们这样拼下去会不会后患无穷啊？行了，总会有办法的，休息一下吧。你们就没有一个人想给我一个解释吗？为什么博曼把推广给我们办得如此成功，我们会馆的生意没有显著的提升，这口碑相反的还下降了？其实这次博曼做的推广非常成功，而且品牌曝光率非常大，只不过我们没有大好配合。如果顺势推出优惠套餐或者团购的话，就能抓住这次的热点效应。我不同意关总的观点，明星效应是很好，但是归根究底这跟我们公司的性质并不符合。那些粉丝大部分都是年轻人，而我们的品牌定位无论是从产品适用人群还是到消费水平，跟这些会受明星影响的人群相差的实在是太远了。季经理，如果我们想突破现在的瓶颈，就要发展目标以外的受众人群。
照你这么说，我们就守着一亩三分地，还有做推广的必要吗？突破也是在保有原有特色的情况之下再进行突破，否则你怎么知道这么做会不会是得不偿失？看一下我们手里的数据，我们现在原有客户的活跃度大大的降低，如果我们就这样失去了好不容易建立起这些客户对我们树立起的忠诚度，那之前我们辛辛苦苦用口碑建立起的关系网就这么破碎掉，那么请问这些影响是这些粉丝可以弥补的吗？哎呀，好了好了，都别吵了，现在不是在解决问题吗？既然问题已经出现了，说什么也于事无补。老关，你去再跟伯曼啊联系一下，看看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县令啊，你跟商务部啊讨论一下，看看有没有年轻人的方式，从那个产品和价格方面出手。我坚决反对。唐总，您说适合年轻人的产品，这说得很轻松，但是我们品牌的价格和质量就摆在那儿，怎么可能适合年轻人的消费力？是降低我们产品的质量呢，还是说现在去生产方让他们给我们生产出一套价格低廉的产品线？唐总您还记得吗？当初我们品牌树立时您亲手书写的 slogan 一流之路，我觉得正是这句话才支撑我们品牌和公司走到今天安身立命的根本。季全力，你以为就你一个人都会锁吗？就你一个人关心这事儿吗？我们不是每天都一个公关公司做的推广就让你们急眼成这样，像什么话？戴总，请。谢谢。应该是我登门拜访的，怎么好意思让洪州的市场总监亲自来跑一趟啊？我就馋你这口茶。这是上好的蜜蜡，我知道戴总喜欢珠子，不知道能不能合上戴总的眼缘啊？哟，这太贵重了。千金难买心头好，我们以后会有。戴总将来要是寻得好的茶叶，用茶叶还我也是一样的。我们老总发话了，上回的新闻热点虽然推广的好，但是啊，没能达成打击到创天一石二鸟的作用，很可惜啊。现在两家又几乎同时推出新系列，这一次一定要精确打击，高下立现。我懂。仲良，我也跟你交个底，这个活呢业内人都看着，要是砸了电脑这一块啊，伯曼就没有以后了。我可能需要一些支持，得麻烦您在洪州帮我扇扇风啊。姜还是老的辣，可是这也太冒险了。洪州恐怕冒险得很啊，但是想想效果就非常值得放手一搏。你倒可以放心，所有风险由伯曼来承担。那这次我必定鼎力相助啊。哈哈哈哈哈。刘伯，刘伯，那我就不送您了，一切拜托了。好的，电梯来了，刘伯，您慢走。罗总 ，SPA 会所关总找您，吴俊。也是，这种小品牌不见也罢，以为自己谁呀、啊？要不是看在是樊书臣手上的项目，谁搭理他？哼！罗总，各位，任务分配。好，来，咱们大家看一下 PPT。咱们这次创天的新品发布会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责任落实到人，正常情况下一个当两个用，非常情况下两个当八个使。
This brand of VR glasses is a much more upgraded version than the one we were servicing before. Not only is it more stable, but it's also lighter and more versatile. All you need to do is connect it to your new computer, and you'll be able to experience the world of VR. 进。骆总，这是我们刚刚出的一款设计图，以及这个最新的策划方案。樊总依然是总指挥兼活动的总导演，我负责场地对接外包，现场技术方面交给阿丹，媒体这儿还是若琳负责，林子瑜全程协助。好，非常惊艳，不过我不会用的。为什么？因为我已经找到更好的。这次会场的布置啊，全部在夜间进行，我跟何威轮流看守，具体的设计图和方案用哪一个，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全部的内容。你们所有人按照我的要求一一跟我对接，这是研发我们创意流出最好的办法。你们现在要做的就是严防死守，不能让飞灵知道我们的动态，而我们要对他们了如指掌，这次让他们插翅也难飞。明白。我倒要看看以樊书晨的本事，遇到这样的全面反扑，他还能怎么样。喂，亲爱的，哎，我那个发了一个名单给你，你能把这些品牌的 PR 电话号码帮我要到吗？嗯，我们这儿有活动，想邀请他们参加。哎，好嘞，好嘞，哎，好好，谢谢啊，谢谢，再见。OK。啊，谢谢，谢谢子瑜。我现在已经养成恶习，喝咖啡跟喝水似的，没有他提不起来劲儿。若琳，媒体这块我不是特别懂，你带带我，我认真跟你学。哎呦，谈不上谈不上，我们慢慢来，一样样学。嗯。那他这个是什么情况？别藏，我都看见了，上班打游戏呀、啊。现在没什么事儿，我就放松一下。有时间打游戏，没时间写稿。说好的每周两篇稿子呢？这都多久了，我连第一篇都没有看到。你到底想不想做记者？没什么灵感。你以为你是小说家是吧？你要杂志等你灵感再出版，印刷厂等你灵感再开工。你要是不想写就早说，我也不指望你。我写不出来又不想敷衍了事，也是我的错吗？你以为当记者就是坐在屋檐底下靠屁股想文章的是吗？一个女生说话别这么粗鲁。话粗理不粗。最近没什么新闻也没什么热点，要我怎么办？难不成我自己制造出来一个？新闻就是靠跑腿得来的，嫌没有热点是吧？你给我走，我给你看看一个合格的记者应该怎么做事儿。雷达，哎，飞林那边有消息了吗？暂时还没有，不过只要他们移动，我就会收到消息的。嗯，盯紧他们，一有消息立刻汇报给我。是。这个酒店有很多名人会来入住，最近有一个国外球星被咱们国产品牌请来当代言人，专访是指望不上，但是如果能想几个好问题，说不定能出个好稿子。那我们要收到什么时候？说话声音干嘛这么小？不是你让我埋伏在这里，又不是当狗仔拍丑闻，我们守在这就是求个采访机会罢了。
兄弟们，咱们这东西往哪儿送呀？你呀，你喂红肉，他去哪儿，咱们就去哪儿。魏特，住嘴！小心点，那人心眼小得很，让他知道你直接喊他名字，小心给你穿小鞋。魏红，魏红，那个博曼的人，欺负过绚丽，怼过书城雷聪，哼！你在这守着，我去就会。喂，魏大叔，小点声，别喊。我们这些东西都放哪儿啊？血债血偿才不行。红娘，一路鬼鬼祟祟的跟着我，你是飞林的人吧？一会儿该去通风报信了，是不是？你放开我！你没事吧，红娘？你谁啊？小王八蛋敢踹我！来人呐！来人！一起走。你疯了，干嘛鬼鬼祟祟跑到男厕所去？你不懂，害过我朋友。你就这样去报仇？没想到他力气这么大。疯了，你有没有作为女孩子的自觉？不对，肯定有阴谋。他刚才竟然以为我是飞灵的人，有鬼。你疯了，刚跑出来你又送上门去，我不能坐视不管，万一他又要伤害我朋友呢。哎，你在这待着，我告诉你一个合格的记者该怎么做事。The quality of these glasses are at the top of the range in its class. I've never seen anything like this before. It's also a much more upgraded version than before.It's more stable. It's also lighter. 增加安保人员，把安保级别给我提到最高。快去呀！魏特助，你的餐到了。舒晨，有件事儿你可一定要有个心理准备。博曼把发布会的地点就定在了你们选的酒店，你们是南厅，他租下了北厅。向我一组，即刻开会。这是跟我们耗上了啊！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我真是服了罗宗良了。改，咱们改，绝不能让他得逞。一场公关活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他究竟打什么主意啊？就不怕媒体同时跑两家吗？该不会一揭开整个会场都直接复制我们的吧？博曼家大业大，如果到时候所有设备都比我们高一级的话，
那谁抄谁都已经不重要了，谁 low， 谁才是笑话。得赶紧想出对策。改时间是下下策，如果我们改的时间早于他们，那他们也可以改；如果改的晚于他们，一旦我们的创意被抄走了，那真的就百口莫辩了。哎，罗曼可真缺德，同一天开竞品发布会就算了，还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哎，这下我压力可大了，竞争的焦点都集中在媒体这儿了。我有点不太明白，每家媒体那么大，完全可以派出两拨人分别去两个活动，而且地点还离得那么近，为什么你们都跟如临大敌一样？你原来在石总那组是怎么做媒体这块的？我是做策划的。哦，怪不得。媒体这里边水很深的，先不说现在的媒体机构编制都很精简，一个人可能负责不止一个口，分身乏术。就算是人多，假如我是某家媒体的人，我负责电子产品这一块，你是公关公司的人，你呢之前已经跟我建立了联系，可是在后面的活动你却又找了我同事去参加。在你看来我们是同一家公司的人，在我看来那就是呛了我的活，所以才有了跑场子一说，明白了吧？嗯。唉，所以说啊，骆宗良的行为有多歹毒，他是吃透我们这行跟媒体这块了。我刚跟你说的还是平面媒体，还不是电视媒体。电视媒体都是一个记者配一个摄像，他们行动起来就更不自由更不方便，所以要请动他们，他们当然会两边权衡了。唉，不说了，赶紧回去工作吧，想不出来方案又要通宵了。走。哎，老板。来，吃点早饭，提提神。谢谢参谋。我知道大家熬了一夜辛苦了，坚持一下，这次我们不光要赢得伯曼，而且要赢得100分的胜利，接下去就要头脑风暴了。目前情况呢比较紧张，我们只能用最笨的办法，一个一个跟骆宗良争夺媒体。好了，全都打印好了，咱们开始吧。我们现在啊，把媒体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跟我们关系一向要好并且确定会来的，第二类是可以争取，第三类是可来可不来，然后大家按照重要程度排列顺序。那这样看来，确定能来的没几个，可以争取的这栏也不多，最多的就是可来可不来的。这两个跟我私交很好，绝对没问题。可是就算是这样，骆宗良跟咱们想的一样，也是死磕大媒体，那这可就是拼刺刀了，那刀刀见红，结果是很难预料的。嗯，通常都会先抢重要的媒体。陆林啊，嗯，杂志一般给电子类的板块是几个配置？不多，一个到两个配置。一个到两个。我觉得有一部分资源被我们浪费了。我们浪费的就是这一部分资源。虽然这些媒体表面上看起来跟电子类产品没有关系，但实际上他们是主流媒体。比如说一些杂志，覆盖广，受众群大，所以我们争取的目标应该主要放在这些媒体身上，重要的绝对可以去拼刺刀。如果这一部分拿下，我们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哦，樊总真是老谋深算，一个子儿都不放过。
这样，我们核实一下各自的工作，有什么问题吗？大家，若琳，第一批媒体已经约好了，中午您出席一下。嗯，明星这边呢？哦，这事情我有跟进，这些是所有当天有档期的明星，我已经按照所有符合品牌形象的程度排好了顺序，都在这儿了。非常好，若琳，你死死盯好媒体这边，一个一个和他们确认，争取让他们出席咱们的发布会。好，明星这边呢，我亲自去邀请。还有给媒体发邀请函的事儿，林子瑜你负责吧。嗯，给媒体的邀请函一定要反复确认，不能出半点问题。我知道了。你呢，礼品和道具一切搞定吗？好吧。通宵了，是啊，累得连眼睛都睁不开了。哎，跟自己哥哥打擂台是什么感觉啊？输跟赢都挺奇妙的吧？每天累得跟什么似的，我根本就没想那么远。徐总，谢谢你啊，没有把我的身份说出去，不然我在公司的处境肯定特别尴尬。还不是舒晨要求的。不过我也有点搞不懂，你为什么一定要留在菲林？你自己不觉得辛苦吗？我也没想清楚，不过感觉樊总他好像后悔了。怎么说？就是樊总他每次给我分配工作都感觉特别有深意，也不知道是不是我多想了啊，但我现在做的每件事情都特别小心，生怕有什么误会。那你看哈，我原来手上只过策划，可现在樊总他不让我过策划了，什么事都他自己做，反而让我去对我从来都没有对过的媒体口。但是人人又都说吧，说这个媒体是决胜的关键点，所以我就搞不懂了，他到底是重视我呢，还是想考验我？林子瑜，你知道吗？其实对舒晨来说，留下你是最糟糕的选择。这不是针对你的为人啊，而是你是骆宗良的妹妹。你懂吗？我不懂。我哥他虽然做的事情不是人人都能理解，但他一定有他自己的苦衷。行行行，我不跟你这个胸控讨论这个问题。反正你好自为之，千万不要伤害舒晨。你自己的路你要自己看清楚怎么走，不要辜负舒晨。我怎么辜负他呀？我一个新进小职员，我拿什么辜负我的大领导啊？那你之前有没有跟你哥里应外合呀？我当然没有。那新闻热点的事他怎么知道的？我怎么知道？我又有那本事，我还挣这点工资啊。哦，闹了半天你们还是怀疑我。哎，不是闷啊，只有我，他可是100%信任你。还不是呢，怪不得樊总每次给我分配工作都一副悲剧英雄的模样，原来他心里还是觉得我会拿着信息去出卖他。哎，你说他怎么就不相信我哥会真刀真枪的跟他拼呢？林子瑜，其实舒晨不是想考验你，他是想帮你。帮我？